明月
究竟自由夜叉生命金刚神妙创自由千道波生命夜妙公自由阿修罗生命夜宝轮自由迦罗罗生命妙宝庄自由金那罗生命游戏快乐自由摩诃罗生命金刚藏自由梵天王真命种种妙庄严如是等百万亿那由他所持一一乘各有百万亿那由他楼阁所供为一切有无量庄严诸佛之十宝华之轮大令之中有一道藏明宝华遍照一众大宝分布庄摩尼花轮遍满盖覆然一相等具众宝色眼云密布光王布照处庄严具藏住妙宝一切月中分周要以摩尼宝王先布刹身种种妙花周边十方七道藏前有一大爱名相摩尼金刚主大莲花明华瑞言论其花光大白亦有情今夜须待届时妙宝石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莲花所供围绕长方光明恨诸妙音周遍十方诸佛之彼声音世界最初界中有时须弥山未成熟如来初心于是其第一佛好一切功德善须弥声音诸佛之音之彼佛将出现世一百年前至摩尼化之轮大林中一切庄严周遍清净所谓诸不思议宝眼云法坛佛功德因眼无数佛音声诸光不妄密布十方宫殿楼阁无相照耀宝华光明灯具真云不住妙音说一切众生前世所行光大善根所生是一切诸佛名号所住菩萨所修愿心究竟之道所住如来转妙法轮种种言辞显如是等庄严之相现世如来当住于世其世界中一切诸王见此相故善根成熟悉于千佛而来道场而是一切功德善须弥声音佛及其道场大莲花中忽然出现其身周不等正法界一切佛刹皆是诸身一切道场悉以其所无边妙色具足清净一切世间闻人因多其众宝相一一分明一切功德悉现吉祥一切众生现得无间无边化佛从其身处种种色光充满法界如一次清净光明相随海华严庄严庄须弥顶上摩尼化之轮大林中出现其身而坐一坐其身因世界有六十八千亿须弥山顶悉彼先生而坐而是彼佛及于眉间八大光明及光明法一切切三根因此菩萨为成熟光明而为建筑充满一切十方国土若有众生因得调伏其光照出其智开悟悉诸般若列诸开往垂诸张三经诸国座八大境界甚深三根永离一切诸难恐怖灭诸一切身心苦恼清净佛心具一切具是一切世间诸病及见诸无量百千蒙佛光明所开觉故悉佛所动念力诸诸佛之彼眼光明大乘中有王明悉见上会同离百万亿那由他乘佛
无人在你上万几千人普吉祥为上所王子五百人大卫光为上所大卫光太子有时间夫人苗间为上所而是大卫光太子见佛光明义以其所修三根离故即是真的是种法门何为为是所谓真的一切诸佛功德论三昧真的一切佛法部门陀罗尼真的广大方便藏般若波罗蜜真的调伏一切众生大庄严大智真的不云云大悲真的身无边功德最深心大喜真的如是觉悟一切法大刹真的广大方便品德长大神通真的增长心界力大愿真的不如一切智光明遍在门而是大威光太子获得如是法光明以成佛为力不管大众而说颂言世尊做道长清净大光明譬如见日出不照虚空界无量一千界道是是善心佛经出世界一切所成功如观佛光明化佛难思议一切宫殿中寂然而真色如穿着神力毛孔出眼影照耀于世间光明无有尽如因光佛身光忘记清净现行的一切遍满于十方妙音遍世间闻者皆信仰随诸众生于赞叹佛功德世尊光所照众生喜安乐有苦皆灭除心生大欢喜观诸菩萨众十方来垂直西方摩利音现见正赞多道藏诸妙音其音即成愿能灭众生故此是佛生利一切现恭敬心生大欢喜恭在世尊见赞扬于法王诸佛慈彼大威光太子所赐颂是以佛生利其身不变声音世界时期间尚未忘闻之颂以心大欢喜观诸眷属而说颂言如因书召集一切诸王众王自己大乘称义在观正不告诸称内即因即大佛恭其所有人俱悉望见佛一切失去道悉以命宝陀其自眷属俱空王观如来一切诸成果离临悉清净普见神妙庄摩尼因缘是宝藏罗庄王七月如云不愿被在虚空处处灵充满道路皆眼睛不一妙一佛情意如宝成与我同观佛哥哥随之力不一庄严一切如云不变满虚空中香烟莲花盖半月宝璎珞及无数妙一如等皆因于虚臾香水海上妙摩尼轮及清净赞叹悉因于满空中宝华璎珞庄严净无垢及一摩尼等皆令在空诸一切慈祥佛心生大欢喜其自眷属俱望见是说尊而是悉见三回望于三万七千夫人才女俱复吉祥为上首五百王之俱大威光为上首六万大乘俱会礼为上首如是等其是其尊皆以那由他从前后围绕从眼光明大乘诸以往离过一切大众成功而往从供养俱遍满虚空至于佛所定力佛住却住一面不有妙化身上化创天王于是以那由他眷属俱故有究竟大乘金光龙王于二十五界眷属俱故有金刚身庄成梦见夜叉王于七十七眷属俱故有五垢尘世间见大佛化
第九十七义见书记不有妙论成金色是为阿修罗王。第五十八义见书记不有妙庄严成实力心迦楼罗王。第九十九千见书记不有游戏快乐成金刚的金那罗王。第十八义见书记不有金刚庄成宝成庄摩诃罗揭王。第三一百千那由他见书记不有金妙庄严成最胜方王。第十八义见书记如是等百万亿那由他大乘中所有诸王并及见书记公王以一切功德须弥山云如来说定力佛诸觉诸一面是彼如来为一条佛诸众生故于众回到障碍中所不及一切三世佛自在八修陀罗世界为成熟修陀罗而为见诸随众身心悉令我以世世大威光菩萨问十八亿及我一切功德须弥圣云佛出世说即法海光明所谓的一切法具平等三昧之光明一切法悉如追逐菩提心中住之光明十方法界不光明藏清净眼之光明观察一切佛法大愿海之光明如无边功德海清净心之光明具象不退转大力数其藏之光明法界中无量变化力处理论之光明决定如无量功德圆满海之光明了知一切佛决定皆庄严成就海之光明了知法界无边佛现一切众生见身动海之光明了知一切佛力无所谓法之光明二十大威光菩萨得如是无量之光明以成佛为力而说从言我闻佛妙法而得之光明以世间世尊往昔所行事一切所生诸名号生差别及供养于佛如是我行见往昔诸佛说一切皆成是无量皆修行眼睛住察海舍是于此生广大无碍其修之最身心眼睛住察海耳鼻头手足记忆诸供天舍之无有量眼睛住察海能于一刹一切不思议修习菩提心眼睛住察海普贤大愿力一切佛海中修行无量心眼睛住察海如因日光照幻见于日轮我以佛之光见佛所行道我观佛察海清净大光明寂静真菩提法界悉作品我当如是尊光净住察海以佛为圣地修习菩提心诸佛之事大威光菩萨一切一切功德三须弥圣云佛曾是供养于一如来所行的无量为一切世间现世如来往昔行海现世往昔菩萨行方便现世一切佛功德海现世不如一切八戒清净智现世一切道场中成佛自在地现世佛力无为无差别智现世不是现如来身现世不可是以佛身边现世庄严无量清净佛度现世不现菩萨所有行愿定如须弥山为成熟众生发菩提心菩萨为成熟众生成就如来清净国度何时一切功德三须弥圣云佛为大威光菩萨而说颂言三才大威光普藏光明
明成为利众生不发起菩提道路我之光明法界系中遍不会现光大当的甚至阿逸刹中修行经于刹成界如如见于我当我如是智慧诸列行者能知此方便我大精进力乃能尽杂阿逸为身中无量界修行彼人乃能得庄严诸佛刹为一体众生沦为境界海其心不必懈当成是道是供养一一佛悉尽未来际心无障彼人当成无上道善是一切佛当供满如愿一切佛为众如身安住彼一切诸如来誓愿无有边大智通大者能知此方便大光供养我故我大威力令成熟众生成熟向菩提主修不现心大天成菩萨庄严佛刹爱法界普周遍诸佛智如等应知彼大庄严界中永恒河沙数小界人寿命而小界诸佛智彼一切功德须弥圣音佛寿命五十一岁彼佛灭度后有佛出世名波罗蜜三言庄严王一一比摩尼化智轮大林中而生正界而是大威光空之间彼如来生正正界前身通力记得颠簸三昧名无边海藏门记得陀罗尼名大智力法愿记得大智名苦水众生调伏度脱记得大悲名遍覆一切境界云记得大悉名一切佛功德海为力藏记得大舍名发心虚空平等清净记得般若波罗蜜名智心离垢法界清净身记得身透明无碍光普垂前记得辩证名善如离垢愿记得智光明一切佛法清净藏如是等世间法门皆得通达而是大威光通智成佛威力为诸见诸而所从愿不可思议一切众道是名是难以一尺度众生多善力而今得见地而佛佛身不发大光明色相无边际清净如云充满一切土处处增扬佛功德光明所造现欢喜众生有苦其出灭而令恭敬其自心自知如来自在用处不思议变化一方无量色光明光十方国度皆充满是佛身动之所见一一毛空现光阴不变虚空八大音所有有名密不着地狱中出现灵灭如来妙音遍十方一切言音皆具言随诸众生所算定只是大师身边用无量无边大众爱佛于其中皆出现不转无尽妙法轮调伏一切诸众生佛身通力无有边一切杂众皆出现三世如是之无碍为利众生成正觉如等应生欢喜心踊跃爱要及尊重我当亦如同一毗罗见如来众苦念发心为相具菩提此念一切诸众生悉诸不现广大愿等如法王得自在诸佛之大威光通之所知诵是以佛身力其身无碍一切世界皆悉得闻无量众生发菩提心此大威光王之于其父母名诸眷属及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前后围绕宝盖如印遍布虚空供以波罗蜜三眼庄严王如来说其佛为说法界地心清净庄严修陀罗世界海为深尊修陀罗而为眷属彼诸大众闻此经已得清净之名如一切净方便得于地名地垢
多光明的波罗蜜论，明世间一切世间爱要庄严得真空性论，明不如一切刹土无边光明清净见得去相性论，明离垢福德云光明得水如真论，明一切法海广大光明得转身法去心，明大师庄严得观定智慧海，明无功用修其妙见得现了大光明，明如来功德海相光应遍照得出身愿力清净之明，无量愿力心结障是毗婆会大威光菩萨而所庄严三载功德智慧海，法心吉祥大菩提如当得佛不思议不为众生作一尊，如一出生大慈海悉能遍了一切法，当以难思妙方便如佛无尽所行尽，一见诸佛功德因一乐无尽智慧地诸婆罗蜜方便海大明称者当满足，以得方便众智门及以无尽遍在门中中心月皆修习当成无等大智慧，如一出生住沿海，如一如一三昧海，当具种种大神通不可思议诸佛法，究竟法界不思议广大身心以清净普见十方一切佛离垢庄严众刹海，如一如我菩提心悉十分十方便海，如我修行所尽之如是妙心如解苦，我以无量意义刹种种供养诸佛海，如彼修行所得果如是庄严如显见广大劫海无有尽，一切刹种修尽心坚固誓愿不可思当得如来是神力，诸佛供养尽无余国度庄严悉尽尽，一切劫中修妙心如当成佛大功德，诸佛智波罗蜜善言庄严王如来如涅槃一悉见三为王寻一居士大威光通智寿转轮王为毗摩尼化智论大林中第三如来出现于世名最深功德海是大威光转轮神王坚壁如来成佛之相于其卷书其事品中成一聚落一切人民并知其宝具王佛所以一切相摩尼庄严大楼阁奉上于佛是彼如来于其林中所菩萨普愿光明心修陀罗世界未成熟修陀罗而未眷属而是大威光菩萨闻此法语得三昧明大不得不光明得此三昧故悉能了知一切菩萨一切众生过现未来不非不爱是彼佛为大威光菩萨而所庄严三载不得大威光如得今来自我说明念一切众生爱发生菩提大愿心如为一切故众生其大悲心灵皆多当作群迷所以护持名菩萨方便心若有菩萨能坚固修诸身心无愿待罪身罪伤无碍皆如是妙智必当得福德光者不创者福德出者不害者不现菩萨所有愿是如大光能具乐如能以此光大愿如不思议诸佛爱诸佛护爱无有边如一妙皆皆能见如于十方国土中悉见无量无边波毗婆王悉诸心海如是一切数千间若有王师入边海彼得如于此地中此时随顺诸佛学皆定当成一切事如于一切刹海中为成皆爱修诸心一切如来诸心爱诸皆悉亦当成佛如如所见十方中一切刹海即眼睛如刹眼睛亦如是无边缘者所当得今此道场众为爱闻如愿意生心要皆如普贤广大乘法心回向去菩提
无边国土一中悉入修行境界安逸诸愿力能圆满普贤菩萨一切心诸佛慈悲摩尼我慈轮大林中普佑佛出庄名声普闻莲花印藏时时大威光于知命众生须弥山上七金宝宫殿尊中对大天王命地沟不得传供诸天中举一佛说与宝华云一位供养是彼如来为所广大方便普门遍照修多罗世界二位神殊修多罗二位眷顺是天王中问此经已得三昧名普门欢喜藏以三昧力能入一切法事相爱佛是一一从道上出还归本处大方广播华严经卷第十一南无三曼多摩多南阿波拉帝和德哲哲那弥兰吉米吉米达达格达南摩阿三丁波来帝乌达摩达摩达达格达南摩阿吽波萨诃南无三曼多摩多南阿波拉帝和德哲哲那弥兰吉米吉米达达格达南摩阿三丁波来帝乌达摩达摩达达格达南摩阿吽波萨诃南无三曼多摩多南阿波拉帝和德哲哲那弥兰吉米吉米达达格达南摩阿三丁波拉帝乌达摩达摩达达格达南摩阿波萨诃